曾师没得病，被迫消失荧光幕两年，没想到在导演位上跟大家见面。突然在荧光幕上失踪两年，曾师没一度被质疑已约满悄悄离开电视圈。本月13日，社网上突然看到他执导短片的消息。接受记者询问时，他证实因病在家休养了两年。对于病况，他说医生至今仍查不出病因，但就是脸上完全上不了妆，一碰到粉底就引发严重过敏，至今仍未痊愈。对艺人来说，上不了粉等于断了戏剧的路和上台机会。台前幕后都知道，从外景到片场甚至上台，艺人即使是素颜也得打上粉底，以免灯光照射下变得面无血色。可是原本很健康的他，突然连简单的粉底都碰不得。对于热爱演戏的他来说，等于什么都做不了。虽然不会致命，可是是精神上的折磨，像一夜间失去了一切，什么都没有了。他很感谢过去两年休养期间，老公、家人、朋友及宗教信仰给他很大的精神支持。老公唐玉书，前艺人，更是一直鼓励他。他说，要感谢的人太多了。现在回头看，我这两年的煎熬是值得的。他透露，之前连饮食都要严格控制，因为不知道什么食物会诱发过敏反应。跟家人外出用餐，我必须先自备非常清淡的食物，跟他们同桌吃饭时，我就吃自己的食物，看着他们吃好料。他说，现在病况好转，能在外用餐了，但还是不能重口味和大鱼大肉，还不能上粉。只要一天能够上粉底，我就一定会再演戏。曾师没第一次自编自导短片，曾师没当上短片导演是无心插柳。他说，刚入行时我就有写剧本的梦想，可是一直没有付诸行动。没想到现在不但圆了编剧梦，还当上短片导演。看到拍摄成果，他直呼太 amazing 了，神奇。看到自己的剧本拍出来，从最初脑海中的画面变成真正的画面，当下激动得说不出话来。曾师没是不会骂演员的导演，毕竟是演员出身，知道怎么让演员了解自己的要求。他自豪地说，我跟演员沟通，他们马上就听懂我要什么，会不会骂人。他笑说，骂是带不出好戏的，您耐着性子好好说，也完全没有我自己演更好的想法。男女演员的表现都很好，我希望大家看到我要传达的讯息，不是一味讲爱情，是有正能量在其中的。